Hello， 凡凡。Hello， 欣姐。Hello， 哎呀，好奶啊！怎么了？害羞。欢迎来到我们新生报道。想要和你一起改变风景，再去留下数不清的脚印。给你带了那个米莱吃的土豆，还有这个零食，还有水果了。哇哦，太好了，下次记得再叫我。最近是不是在减肥啊？一直都在减肥的路上。你都不用减，咱们都瘦成啥样了都？哪儿瘦了？你是不是眼角眼角膜不好？瘦脱相了还？咱真不用。没有。我以前那个才叫瘦脱相，那个才叫瘦。哎，我们藏屁，没听买了。对对，那皮包骨头已经瘦成那样了。觉得是婴儿肥。想吃沙拉吗？就是那种菜叶吗？你都没沙拉？有吗？有啊。没有，没有啊！我看到机场好多人的，那不是都是会有很多在厅里面的人出去，大家的粉丝都在呀、啊。那在机场被喊老婆和老公，哪个会让你更害羞的抬不起头来？都会吧。老婆，我爱你。什么没结婚呢？说什么老婆？我发现你好憨。我不憨啊，我其实是不憨的。来，给你热巴克这个。我不憨。奶奶说你和陆凯的颜值非常高，所以九号宿舍就门庭若市，你同意这个吗？其实还好吧，哪儿啊，很多找奶旺的，他自己真是的，就说我们每天都推开门，奶旺睡没有，然后没有声音走了，就奶旺睡没有，每天都是大家都分出来照镜子，你每次照镜子的时候在想什么呀？就是研究好奇自己。那你自己最满意脸上的哪个部位？就是挺完美的感觉。没有这已经收走了两家人了。眉毛？为啥呀？纹的？没有，眉毛是真的，就长这个样子，没有修过也是这样子。我看看。No, not a beautiful girl. 我要全部播完吗？你不打算吃沙拉吗？吃不了。咋吃不了？真的。咱们什么都有，除了做土豆泥。哦，你们真的要弄啊？啊，我们还等着你呢，等啥呢？我以为是骗我的，真的，一个够了吧？你看你吃多少？我就吃一口。酱撒的什么样的？辣酱。给啥吃啥？啊，吃啥给啥啊？给啥？套路，给啥吃啥。好，其实我们节目就是在套路你，来，给你已经准备好，我做的泥沙拉，给刚做好的。我一开始都不相信的，你们赢了。友谊是怎么开始的？有一个茶水间，然后我们就大家都坐在那儿。本来我和刘令姿认识，因为我们在 A 班，然后葛鑫和金子涵认识，就聊天什么的，就说哎，晚上要不要一起吃个东西啊，什么什么的。碰巧凑到一块去了。是的，其实也不是碰巧，我觉得一切都是有缘分的，一切都是天注定。听说你们经常去超市上货，那你们没有手机，怎么跟老板说赊个账了的？玄关姐姐先给我们结账，然后我直接让我玄关姐姐加了我妈的那个支付宝账号。那你们在长隆那边好像还能收快递，咱们怎么网购呀、啊？需要买东西的话，一个月你好像有一次机会还是两次机会？那你都网购啥呀？我一般就是买很多宿舍里面装饰的那种小饰品，就挂件啊。还有发光的镜子，像照妖镜一样。而且马上夏天就要到了，还囤了很多防晒霜。啊，你也囤了防晒啊？最近好多人给我推荐防晒，我还真想知道你们女爱豆都用什么防晒。我今天刚好带了。这不巧了吗？这不是？已经能把我的那个这个金碧彩虹防晒霜。哎呦，这个还不一样啊！因为它防晒指数特别的高，特别的水润，它里面是那种淡紫色的，所以就特别适合我这种皮肤。来自然提亮的效果，你看瞬间就变亮了，是不是？而且它之前在日本超级火。我想说你们有些人啊，在台上你是谁，我是谁，私底下就爱买这种等。哎呀，听说你养了很多流浪猫嘛，比赛这段期间见猫猫怎么办？我妈妈还有我外婆他们照顾它。现在有多少只？现在大概我看，呼呼小甜心，搞错了，呼呼小甜心 Pink 是我的最爱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它是我就是第一个捡的流浪猫，很有灵性，很听话。然后还有鸳鸯、炸毛的、波斯。哎，我怎么只有五个了？还有两个送给谁了？五
个了，已经挺多了。没有，有七个，因为算了，我不说了。啥意思啊？来说。都怪我没有钱去给那个Pink做绝育。他就和其中一只猫就生了几个。七个这么多了，就不止七个了，后来生下来就太多了，真的养不起了，真的养不起了，要做绝育，我跟你们说，要做绝育。决赛的时候做那个主持人嘛，知道自己手抖的事吗？感谢行业赞助。我不知道自己手抖了，我声音很稳啊，表情也很给力啊，不关我的事儿，是我手的事儿。那你知道老板在后面偷笑吗？是吗？他拿着那个小手机，然后在后面嘲笑你。习惯就好，他就是那样子，真的。你们公司有没有什么规定？迟到了就扣钱，是这样？很少迟到，除了某些人，除了迟到的某些人。是谁啊？你好八卦哦，你有点八卦哦。我还以为你们会扣很多钱。不会，就是说没有钱扣你呢。你给我花一个付什么吗？网传就是你们老板打了好多份工来维持你公司运营。勇子哥打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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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在打工。你知道这件事吗？我知道啊，他就是到处去上课，每天很开心的就说，哎，我要去这个公司上课了。你家跟你们讲吧。不是，他就很快乐。我们平时在私底下也叫他老师，他自己也不喜欢我们叫他老板。前几天有一条科普你们老板的微博万转了。你们担不担心老板红过你？没事儿，多赚点钱养我们。红吧，没事儿，我们谁红都可以。好多粉丝也都呼吁你老板去参加《青春有你三》。对，我也就是说想让他去参加。当时我们总决赛结束之后，我也还要再问导演，我说下一季是不是男版，可以让我老板去参加吗？我说他会 popping， 然后又会作词作曲，唱歌又好，又会 rap， 年纪也不大，长得也帅。结婚了，就是结婚了。太可惜了，还是去教别人上课吧。是啊，我们都怀疑这是你们老板的套路，自己就是。对，我跟你们说，他就是想火，这是他的梦想。好，那我们不问老板了，我们现在要开始玩游戏了，好不好？你模仿我来猜，你想通过肢体或语言模仿指定语句，请给猜对作为挑战成功。这游戏我们读点什么？读什么？你要是赢了，打印50份传单去心里的给你。哇！哇！我喜欢土豆，我去菜市场给你们买麻袋，一人一颗，拿着。你能接受这个挑战吗？我接受，我肯定会赢。这太难了吧！我宿舍的那个人叫谁？奶旺。这个人。奶旺打游戏。对，然后。他不行，奶旺打游戏不行。这个不行，要换一个，就是。什么啊，我就会去按那个举报他，然后奶奶打游戏很菜，让人举报。对，这个人就是他的眼睛这样子。姓林啊。 Siggy 的眼睛是这样子啊，他也爱照镜子，也爱补妆。陆克阳。对，哎呀，这个是真实发生的。他去坏肚子。坏肚子会去干嘛呢？上厕所。他又叫林凡。林凡陆克阳上厕所没带纸。对，是真事啊。真事啊。他说你快去给我找纸。哼，这个人是三个字，微笑营业。我很知道他。啊，照他，照他按手印。他的这个东西在他怎么又上厕所？对对对，是厕所。照他上厕所，手机掉厕所了。下一个就是我本人。林凡大波浪。为什么大波浪了？林凡直发我非要哭，他犯了梦想好吗？只是把他林凡戴假发。对，这么可爱。就是那三个字。发香。不是这个扭屁股。林凡戴假发扭屁股。对，哎，我没了，我全部对了。那你赢了是吧？对，我真的就是非要赢，我就拼尽全力要得到这个安利的机会，让你给我。好的，姐姐给你那个50份传单在 CD 里发，上我微博看那个 report 啊。既然你给我也发了传单，我也还是意思一下送你礼物。不错，我们林凡以后在之后的道路上哈，走花路吧，送啥呀？那我就看我今天带了什么，我去给你找一找。真送。行，来，我等你。看这个 M 加 G 泡沫精华清洁面膜，因为它就是特别适合懒人使用。一般的面膜就要敷很久，清洁面膜这个5分钟就可以清洁，而且还可以保湿。
而且这个抹在脸上就接触了空气，就会突然就发那种泡泡，就也可以清洁皮肤，然后敷完之后你用那个纸擦一擦就可以把脏东西擦掉。哇哦，不错呀。然后皮肤还会变得很滑。看我是敏感肌，我可以用吗？对啊，这个敏感肌也可以用，因为我也是敏感肌。是要给我的是吧？是啊。嗯，来吧。你看这个绝，这个真的绝了。美呢。打电话给三位好友，邀请好友一起去潭柘寺闭关一个月，对方同意并现场转账3000元香火钱，所谓挑战成功。小鹿是个不错的人选，感觉他就很佛。我给他打电话试试，他真的不知道，我就 Hello。 喂，你在干嘛？我在洗头之前，准备洗头中。哎，我最近在那个又在写 rap。 你又在写 rap？ 对，然后就感觉特别没有灵感，想去那个想去就是附近的那个潭柘寺，知道吗？哎，难道什么的灵感要去潭柘寺？想静下心来嘛，就是那种，难道你不想吗？我还想邀请你一起去呢，但是最少一个月，你知道吗？一个月潭柘寺，认真的吗？对啊，而且你不是也想就是静下心来那种吗？我每天都很静下心啊。就是我们去再静一静，而且我们没有说要现在就去，就可以等你就这一两个月手头的工作忙完了，然后我们再一起去，行吗？就这样拉钩，就这样拉钩，一定一起走，陪着我，陪着我，是吧？拉钩了。所以说你那个想要3000块钱，就是要有自己的那个香火钱，知道吧？我不可以帮你垫付啊。那我不去了，我太穷了。就是预约，就待了这么久，就是斋饭的费就全部都是就免费的了，相当于3000块钱一个月过去包饭，可以帮你理解。可以啊，可以是吧？行，我现在转你是吧？嗯，可以。嗯，不挂不挂。转的，等一下，我还是，我没有那种，我没个预感。好，上次我们想的是太平了。骗你的。我认识谁在说话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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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咱一真是的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哇，真的就转3000块钱，就我都太差了，小鹿吧。就很佛，就是很善良，知道吗？要是你们两个人，哎呀，这个私下解决吧，好好好。然后我们最后一个，就是我们前两天在微博上征集了一些关于你的问题。我想回答这个，如果只能带3样东西去孤岛生活一整年，我会带什么？好难啊，这问题。不不不不，哎，我想回答这个。最想去的地方是海边。求问凡凡能不能每天发3个自拍？不能。等一等嘛，别急嘛，来日方长。林凡，你这一次昵称是不是因为有人用了林凡 Marco， 所以我改成林凡 Marco Coco Coco？ 对对对，这个人趁我去亲你就抢我名字，呵呵呵。那今天谢谢我们凡凡来我们新生报道做客，开心吗？开心，谢谢欣姐。那我车可以拿？好，这拿回去，这个也拿回去。是什么？好。